啊，你哋兩位最勁啦！我剪咗有多少少節目騎住喎，尤其是阿龍生啦，好紅啊！好紅啊！佢同我地毯一樣咁紅。唔係，我係見到你哋面紅啫。佢紅到去澳門㗎啦，佢。多謝佢大協，我哋有咖啡飲啊。點解？有粉絲親身送咖啡去現場喎、啊。哇！係啊。我都想喺度多謝下啲粉絲，因為佢哋喺內地唔同嘅地方飛咗過去嗰邊，然之後佢哋話：使唔使準備啲咩啊？唔使。如果你真係想嘅話，就買啲咖啡俾工作人員啦。咁樣，因為大家都辛苦，咁所以佢哋真係好好咁樣買啲咖啡俾工作人員，所以都多謝佢哋。識做所以先至會有咁多 fans 係嘛？冇，我都好中意佢哋嘅，係。係。咁你哋喺澳門咧，話雖然要等好耐喎，咁樣就係因為佢排得慢。哈哈哈！講笑啫，都係，唔係都講笑嘅。我哋嗰日其實都遲咗兩個鐘頭去現場，咁喺現場度都係等咗諗一個鐘啫，所以就 total 係三個鐘咯，嚟爬咗。咁但係見到佢咧落到嚟塊面都青咗，咁啊都原諒佢嘅。其實我到而家都仲青緊嘅。因為咧，其實嗰個真係好刺激嘅，因為佢有88層樓咁高啊個澳門塔，咁我就喺塔外面爬上去最頂嗰個位，咁講緊嘅係嗰陣時應該外面嘅温度應該得3度左右，咁你諗下手腳冰冷嘅情況之下，你仲要用力咁樣爬上去，同埋你都驚危險，因為得一條繩吊住你自己嘅啫，咁雖然係好安全咁，但你都會驚咯，咁所以係好有壓力嘅，所以我一路爬嘅時候已經覺得冇乜力，爬咗好耐。是不是等了很久？你們都有個 item 是很刺激的。是啊，知不知道因為你排了三個小時，所以到我們跳的時候是考慮的時間都沒有，因為要快點收工。所以覺得跳什麼你們那個？我跳 Sky Jump， 然後導演就說你跳就跳了，不要想那麼多，所以我跳的時候是好了，死了死了，這樣跳下去。是啊，我們都勸了晶兒好耐嘅，因為我都好擔心佢。佢話佢因為我哋又圍住嗰個塔又行一圈，嗰、那個叫咩 ？Skywalk。Skywalk 係。Skywalk 嘅時候，晶兒已經話有少少作嘔啊，即係好擔心佢會唔會跳唔到咧。咁啊，最後佢都好勇敢咁樣同我一齊跳咗落去。咁其實最擔心Sky Jump 仲有一 part 好擔心嘅，就係、是、因為我隻手咧要夾住個攝影機。哦，咁如果我真的不小心放低了咧，我哋有機會是要跳多一次嘅，所以死都舉高隻手。哇，好高難度喎！一路跳嘅時候一路咁樣舉住，一路就要舉住咯，水平舉住，點都要剔到我哋兩個。真的要看呢個節目，真的要看。同埋中間有冇講一啲唔應該講嘅説話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咁要問一下喊得最勁嗰個你喎。我已經個腦空白曬，應該冇嘅。咁同埋我雖然我都好驚啦，但我都係捉住何佩嘉隻手咯，即係捉住一定要剔到，一定要剔到啊！佢攬得我好實啊，未試過有人攬得我咁實嘅，嗰個感覺係幾好，有啲上癮。不如我哋三個一齊跳一次好唔好？我突然之間又想跳啦而家。我哋唔想俾你攬佢啊嘛，係啊，即係我哋頭原來要攬㗎，哎呀，我唔知添，原來要攬㗎。知我哋 friend 送咗你㗎啦。你想？系，系咯，佢但成个 trip 就系佢哋咁样对我噶啦。唔系我哋 friend 送咗佢，所以系不断帮佢喺蒲，唔系帮佢系啦，帮佢喺澳门度揾下有冇蒲过女仔啱佢咯。但系佢喺节目入边都狠狠地被人拒绝咗，咁可以留意一下节目嗰位美女系边一个。冇错。系啊，咁之后你讲啦，你嗰个另外早啲知早啲啲嘅节目就话有啲瘦啊，嗰啲女仔会系咪有骨质疏松啊？但系你哋。兩位都好瘦下，尤其是晶兒好似又瘦咗啊！係啊，我比上一次又瘦咗啦，即係壯橫宣傳。我而家好似係46.7 kg 啊！但你好高喎，你好似唔係好成正比喎。172咯，而家我到時俾嗰個醫生係啊，俾個 contact 我。我驚我自己有骨質疏鬆。你專登減到咁嘅？都唔係咯，其實我冇專登去減肥。就係去完個澳門旅遊節目之後，就再瘦咗，再瘦咗，跳一跳啲嘢都跳曬出嚟。係咪見到某個人嘔咧，開始作嘔咧？對唔住，我搞到你哋成個 trip 都食唔好，瞓唔安，又玩唔落。即係俾好多心機，所以大家一定要睇啊！係啊，咁你哋頭先咁樣話，拍咗節目之後發現死自己都有某一啲病好似啊，咁特登要求醫。因為我哋未拍嘅，但係啱啱就開咗會，咁見到嗰個 list 入邊嘅好多疾病其實都係比較 common 啲，譬如我哋有乳癌、肝癌、糖尿病、中風啊、心臟病呢啲，其實都係好多人有機會遇上嘅一啲疾病，所以
可能大家看這個節目的時候都會有些共鳴感咯，是啊，還有我們會找一些、過來人去分享。剛才片段也都有提到大小姐啦，大小姐因為她之前都有過、某一些疾病，但她現在康復了。其實這個節目都是想給、一些正面的資訊，給一些鼓勵大家，就算有些身體有些什麼毛病都好，只要及早知道或者是盡早去醫治的話，就有機會是好得翻。我覺得你們都需要一些負面的一些東西出來，例如我即是我的歌不是很好，我覺得自己就是捱夜啊這樣那些呢，我覺得我需要做一些不是是因為自己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夜睡，我覺得自己的肝真的不是很好，聽完之後覺得需要看看這個節目，是去求醫。我到時介紹啲有啲咩檢測嘅方法介紹俾你知啦。好啊。咁你而家有冇劇嘅拍緊啊？我仲有個綜藝節目嘅叫一網打盡，咁就我覺得係一個幾特別同埋幾新穎同埋觀眾可能都會想睇一個節目，因為佢係用一個揾翻而家喺網絡片段最 hit 嘅一啲片段出嚟啦，就去分析翻個成因同埋睇下有冇啲咩嘅責任，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會comment 喺網上 comment 究竟嗰個人做得啱唔啱？究竟有冇啲咩後果？點解唔去拉佢？或者會即係會有好多嘅鍵盤戰士喺度講好多 comment。咁呢啲咧，我哋正正就揾嗰啲片出嚟，同大家一齊去分析，揾翻啲專家去講。咁所以我覺得係應該會吸引到大家睇。咁你使唔使幫手揾嘅？定係留翻你，即係你再去分析翻？哦，呢啲片段咧要經過大數據，咁即係透過公司咧去揾嘅。係啊，睇下邊啲係最 hit 即係最高 hit rate 嗰啲咯。可以叫啲 fans send 俾你。唔得，唔可以用得太長。唔係咁另外就係、有拍緊法證，啱啱拍完啦，今朝通宵完，呢幾日通宵拍，咁今朝啱啱拍完就趕過嚟，咁就終於完成啦。咁希望大家到時完成咗啦，已經終於完成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到時留意我哋法證先鋒六啦。法證有冇戲嚟緊會拍啊？嚟緊就出街嘅戲。出街個咩？巾國梟雄啊，係啊，巾國梟雄。咁就應該我唔知幾時出啦，但係拍完跟住就拍呢個旅遊節目，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嗯。咁你咧都好多戲拍。拍完啦，我手上嘅劇度咁啊，應該《痞子無間道》。即係嚟緊會播出嘅劇。係咯，但係唔知幾時播《痞子無間道》《非分之罪》。其實都好多噶。反黑英雄。係啊。神奇小子啦，咁樣。哇！全部播曬，咁年底攞獎，你好大機會噶咯喎。唔係，希望今年可以播到，因為我好想，其實我好想睇翻自己拍嘅嘢。咁你睇翻先至可以知道自己有冇啲咩位置做得唔夠好啊，有啲咩進步空間啊嘛，所以。獎項嘅其實就唔會係考慮因素之一咯，但係就好想睇咯，係啊，我都捉住咗監製咁問佢話有冇邊啲位置我可以改進啊，咁佢哋都話未啊，未剪好啊，未睇片咁。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撳埋個鐘仔啊！